主料哦350克，辅料食用油、盐、花酒、干辣子、醋、糖、米酒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藕去皮切成小块，把藕漂洗冲掉表面淀粉，沥干水后用米酒拌一下藕，锅里放食用油，先炒香花椒与干辣子后放入藕，随后放入醋、白糖、生抽、食盐调好味后炒熟出锅，成品上桌。烹饪技巧很简单的一个开胃菜，把藕漂洗冲掉表面淀粉，这样吃起来更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